张家良是搁有啥物出头啊？妈，张家良，我想你云云伫遐。关上拢到啊！我爱方云云放弃继承权，您要准备一份欠结书，顶管爱写清楚，方云云放弃继承。而且这份欠结书爱经过律师见证。一点钟以来提我，到时阵一手交欠结书，一手交人。你吃干嘛来啦？重发指定的继承人是云云啊！伊是安怎要放弃继承？你妈，你卖看张家良啊！你赶紧用伊的手机定位救我，紧！方云，你敢较安静的？啊，我得用公仔手段给你检查。张家良，你嘛别来哦！有啥咪话好我讲好？有啥物通我讲啊？条件我已经拢开好啊！我给你一点钟的时间，计时开始。一点钟以来，方云云的变形，王美还是王生，都看你了。张家良，张家良，张家良，你是甲云云安怎？是安怎会看起来这么无精神？我讲是，我只是用一点仔方法，可以甲安稳的。要不过伊喘气会当喘偌久？都看你什么时阵要甲切结束搞好啊！我也是想无呢，就算讲云云真正放弃继承，家家就是便宜着张世祥尔。啊，若无上济，方文玲还佮有张子婷买定得着好处，也毋过你呢，是甚物拢无法度得着啊？你敢有需要冒遐尼大个风险做这款代志？来替张志祥处理。听你讲遐尼多，你就是无早切结束掉吧。阮妈已经请律师处理啊啦，我只是想过来看妈一面，我先安心啦。感谢你。最近你一直咧欺骗我，我想要同你怀疑。我想要相信你今麦所讲的话。家良，你是唔通放我？当初那毋是我甲你的志向，你也保掉。今麦你咩哪有可能会当徛伫遮甲我花啊？假使讲你若真正连这一点点的情分拢无得代表，那安尼咱就真正无话通讲。你做讲的有啥物意思？你今麦是要甲避免啊？也算阮避免嘛，是一条。你伫我面头前伤害伊，我是无可能原谅你。真奇怪，小了曾月丽，会叫你请秀方云云，我真感觉奇怪。今麦连你，把个方云云当作是家己人咧疼惜，我是咧想无，方云云有啥物高罪的所在啊？高罪甲何丽甲曾月丽两个人？拼性命的威慧，张家良，你莫想要逼我放弃财产，我袂放弃财产，我嘛袂放弃志祥。方云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搁对志祥讲无听，我就让你看袂到明仔载日头。你还是我妈。叫伊啥物？我叫方云云呐！你莫骗我！我明明听到你叫爱将，爱将是刘千娜的。啥物时阵方云云变成爱将？阿哥有？都爱叫你啥物？伊叫你妈！你若要问，就去问我妈啦。我嘛是半年前才知影。当初我爱爱将出事的时候，就给我妈头抱去，跟文贤哥的糟践相对换。
所以你即马眼前看到这房源，这是我真正的查某囝。假使你若真正伤害到伊，我绝对跟你拼命！走了。原来是安尼啊，那你意思就讲会通啊。不管曾月丽会嫌刘千娜嫌家呢，所以拼性命来维护方云云。原来方云云是你个织田健司死的查某囝爱情，所以根本不是万代小公主。结果曾月丽竟然这么未见效，阁想要利用方云云抢万代家产，我绝对袂允准。所以即摆啊，我们无需要什么切结书，我方云放弃继承啊。我知要安怎做啊。尤其，你母阿囝家己离开，我替你叫车。小妹，小妹，刘伟德，刘伟德。当然是公开方云真正身份。我叫刘青。我当然是甲钱交我方文玲，假使伊阁袂当开钱，都袂当怪我。尤其多谢你对我坦白，我即摆能确定，子祥甲子庭是本庄我真正继承的。假使云云若无资格继承，敢讲你后生都有资格啊？够什么意思？我的后生哪会无资格继承？方文玲是因的妈妈，假使子祥袂当继承，你甲我讲，谁才会当继承啊？你有哪毋免含面啊？你即摆迄个后生，早都毋是你后生啊！尤其，你是来报告啥？你做讲什么？讲什么子祥不是我的好心？这个话什么意思？你的好心张子祥无要认你，那是因为你辜负了方文玲。赵队长，张家人今嘛把云云挥发来来家，赶快来看。张家良，昨晚你头拄仔给我一段影片，内底完完全全当证明讲你有犯罪的事实。我今嘛就要用刑法的名义将你逮捕。你要抓白英的？我要通知我的律师，我要告郑华丽诈欺，伊利用方云云这个冒牌货，想要欺骗万代家产，伊的罪比我搁较重。拄起来状况做歹控制，云云有通叫我吗？什么是冒牌货？云云是从发的查某孙，而且是内孙。你为病恐害伊，叫伊爱放弃计生，安怎？即摆变无步啊，都学袂讲话啊！安尼毋但是侮辱着云云，嘛侮辱着伊养死的爸母。你别搞我！怎么哩？我看你敢想侮辱啥？你讲白啥？你有偌侪砖头伫我手内，你家己心内真清楚。到时阵，我甲所有代志拢一了算。方云云是冒牌货的代志。绝对是头条大新闻。因为迄当阵状况就真正足紧急的，我的团时间而且搁要保护云云，所以我无法度想遐济啊。而且迄当阵云云先叫我妈妈的，就算讲云云无细腻画出来，你嘛无应该用张家良坦白啦。云云是咱上条的一部剧，你竟然拍一个让张家良搞，安尼唔当白了工啊！阿公，张子祥的代志，你竟然要甲伊讲，啊！你即摆想怎？打算规庄拢要送互伊？我有想讲，要尽量去跟上车辆尔。你若我多点钱想遐济，阿辉知道，伊即摆已经互警察抓去啊。咱爱想办法甲伊困掉咧，袂遐阁会出乱。你敢有需要讲？伊哟。张家良的小孩要杀海云云，这卖叫我抓警察局啊！第一先派人去处理一下，会记，唔通会马仔出来，去影响到云云的大事。
我问你，你在创啥？我袂找卢叔过来，敢无真正不管我的事哇？哦，你不要你就卖力啦，恁做一点老师，俺嘛叫吐嘴。你讲啥笑话啊？我听你的，你讲讲啊点老师，好啊，我点老师给你看。你卖乱啦！个啥来啦？哎。 向中义当我兄弟啊！你不会是我的什么仇啊？哎，林少将，我唔知，我唔知。哎，你话叫我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话叫我，哎，咋想到叫我去？ 这里，弟弟，赵家良，赵家良，赵队长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赵家良哪会受伤啊？拄着伫咧拘留室吼，甲人起冲突啦，啊，都去用刀啊，拄受伤啊啦。赵家良，你就是安尼啦。 放胆进行，我不会受伤一下，害人家冲动。我刚发生意外，妈咪，弟弟拢受伤啊，你莫搁干咩啊？我现在就莫搁干咩，你就是无甲方明亮，走，那变干咩啊？哎，你也莫搁讲啊啦，先甲弟弟送去白开药紧啦。方云。 是啥物？方云是啥物？晨曦，你先莫讲话，若无收回伤者。爹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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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
洪小姐，张家龙这嘛是借护就医，你去吼，嘛看袂着伊啦。我看啊，你还是转去啦。张家良死回小姐，已经送到借护医院啦。做得真好，我以后满意，爱继续给你订个条，确保伊无法度继续作怪。来，先啉一杯茶，小等下一分饱，赶紧去困。 医生讲，今暗时啊，若是无搁较头晕，也是想要吐，应该都无问题啊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又要出去啊！我是不是伫咧仓库叫你一声嘛？啊，张家良，伊敢有听到？伊敢有为难你？ 免烦恼啦，伊无法度为难我什么啦。是啦，拢是我无细致，啊，再让张家良加一个会用的威胁你的枕头。姨妈，这敢会破坏你的计划？放心啦，伊用两个警察局，甲人相拍受重伤啦。 万岁哦！即马被王送去开刀啊咧，即个张家良啊，家己排金倒啦，无才调替人看风水，嘛无才调啊，组织你继承万代集团即个大位啊。好，家姐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 你讲有小决定结果出来是？证明，我宁秋堂迄份是假啊！真好，那安尼哦，
你替我转告方文玲啊，明仔我带带云云过去啊，将这一行为善的内容。